你是不是有点太臭了？像这个时候你就来喷欢乐牌口香糖，啊，麻烦下行照驾照。哦，你是不洗嘴后真叫够臭啊！啊，你难道不晓得起床刷牙是一种礼貌？哦，你嘛戴口罩。 我喊臭，甲不臭啦！我看你是臭臭妈妈，不过差不多。喂，你这个样子太夸张了吧？啊，没办法啦，这蒜头味伤重了。啊，我没有吃口香糖哎。那口香糖是蒜头口味的。啊，不行啦，这比SARS还恐怖啊！赶快戴个口罩免得缺氧了。